帝王蟹又名石蟹、岩蟹、月前蟹等。帝王蟹不是真正的螃蟹，是石蟹科的甲壳类动物，属于深海蟹类，生存深度达850米之深，生存水温在2至5摄氏度。它们主要分布在寒冷的海域，因其体型巨大而得名，素有蟹中之王的美誉。帝王蟹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胆固醇、钠、盐等营养元素，并且还有很好的抗结核病作用。在生活中，帝王蟹还有哪些常见的做法呢？清蒸帝王蟹、芝士焗帝王蟹腿、咖喱帝王蟹、帝王蟹沙拉、葱油帝王蟹等等。